儲局嗰啲點陣圖就去2023年至少加兩次，但係有好多市場人士就估春年嘅第四季其實已經要開始嚟了啦。咁啊，係嘛？咁而我哋即係都可能會未來幾個月陸續聽到聯儲局為首嘅一啲央行咧講收水，資產負債表要縮噶咯喎。喂，咁如果我買債券嘅話，就好唔抵喎。即係其實傳統上呢一個關係係咪真係咁高咧 ？OK。呢、這個好有趣的問題啦，就係因為你講緊頭先話聯儲局上次講緊話嗰個 dot， 即係嗰啲點咧，佢係有一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啦。但係反之咧，其實喺市場裏邊，美國嘅息咧其實係冧緊添嘅。啱啊！咁咧，所以其實你睇翻咧，究竟係乜嘢為之，即係我哋叫一個噪音啦，一個 noise 啦，定係實際上邊究竟應該係點樣部署啦？其實我哋講緊市場嘅所謂利率嘅上升，係因為而家講緊係通脹啊，定係一個所謂利率正常化，咁我哋好多人講緊咧就係比對2013年所謂退市，咁你係啦，即係退市，你睇到退市咧，你譬如係純粹係比較亞債同埋美息啊，咁因為我哋講緊美金嘅債券咧，所有無論亞債新興市場都係睇住個美息嚟做一個決定噶啦。咁喺美息裏邊咧，喺2013年咧，冇錯有一個 tapering， 有一個所謂收水。咁但係當時嘅亞債嘅息差咧，係反應係負面嘅，即係會先擴闊。個背後嘅原因咧，就係因為2013年個經濟嘅條件咧，其實未去到一個成熟或者係強到一個階段咧，係容許退市嘅。咁變咗其實係啦，個退市咧係老實講係一個唔一定。即係睇翻轉頭，唔係一個最正確嘅決定。咁所以你睇到個債市個反應就相當負面。咁但係去到後期咧，大家都留意到，哦，這個未必係一個即係能夠持久地可以退市嘅情況。其實我哋睇翻轉頭，其實開始跌翻落去咯。即係掉轉頭開始有機會減息添。咁變咗咧，債市就有一個正面嘅反應啦。發覺咧，原來亞債第一，因為個息差夠闊，可以頂得順。另外一樣咧，就係亞洲當時嘅經濟條件亦都比美國係為之好嘅。咁所以亞債有咁嘅反應，咁如果你睇翻而家咧，絕大部分人講緊即係講緊退市啊，嘅原因就係咩？因為通脹預期啊嘛。其實我哋諗下，係咪真係有呢件事發生先？呢個我哋要即係暫時要諗一諗，要冷靜一下。可能都係啲疫情所影響，短暫向上。咁咧，我哋點睇咧？就如果你而家睇呢個圖表咧，就係話喺點解佢哋講緊有通脹？點解要講緊退市？點解要講緊利率市場呢個正常化？原因就係因為經濟條件相當好嚇。咁你要睇到咧，就係唔單止話你講緊退市，亞債嘅息差咧係同2013年嘅比較完全相反嘅，係個 trend 係落，係啦，係直情落嘅。咁點解咧？就睇到原來嗰個加息嗰所謂預期咧，係因為背後係一個好正面嘅經濟原因，又令到啲企業覺得哦生意做得好啲啊，或者因為 reopening 啊，因為疫情之下可以重新開啟啊，咁呢啲都係一個正面嘅因素。但係我頭先講咧就係講緊究竟係咪真係有個通脹？其實你頭先都講得很好好㗎啦。咁其實我哋睇翻經濟嘅反彈，因為2019年、2020年疫情嘅反彈咧，其實我哋睇唔係一個平均嘅反彈，因為有啲所謂板塊有啲環節係未得嘅，完全係未得嘅。同埋我哋睇翻好似即係我哋有講啊，即係個 utilization 啊，有啲即係嗰個即係使用率啊等等咧，都係未達到一個最理想嘅階段。如果睇用美國嘅 ISM， 即係一個領先指數嚟睇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個領先指數唔能夠維持喺一個高水平嘅。我哋亦都覺得咧，其實嚟緊咧，我哋講緊通脹咧，套用一個嘢咧，係一個過渡性，而唔係一個結構性。因為第一唔同嘅板塊有唔同嘅 recovering 個即係嗰個復甦嘅步伐，有啲根本就應該因為疫情底下咧，會令到可能冇機會復甦，甚至個復甦嘅變化會相當緩慢。所以因為而家可能睇緊就係突然間復甦咧，就呢啲嘢咧可能啲即係驚一驚咁啦。supply 方面啊，供應方面未能夠完全順暢咧，咁變好多嘢都爭，尤其是資源啦，或者一啲即係 metal and mining 啊等等咧，就因為突然間供應唔夠，嗰個即係需求突然間上得好快，所以先有一個我哋叫一個通脹現象。